韩国人有一种特质，你如果靠近，会有人参味。这些外国来宾呢，每个人都讲的自己最会分辨亚洲人。OK， 那我们现在邀请三位好不好？来自亚洲的美女哦，让你们猜猜哪一位是韩国人？来，三位哦，来，好，来，我们请三位韩国人登场。好，来，来来来，三位当中，每个都像韩国人，但只有一位是韩国人。对，只有一个才是真正的韩国人哦。好，好，来，我们欢迎一号出场。来。给大家十秒钟看一下哦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不能让他讲话会破功，对，都不能讲。对，请问你几岁？哦，我今年了，25岁。只能看，只能看而已。对，我也是觉得就是他的好韩国。对，来，我们第二号出场。这个不像，我觉得这个不像。这个明明就是云林人。哇，他听得懂，不是他听得懂，不会说中文吗？那你扇子稍微拿下一点，我们看仔细好不好？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开始演。哎，我也觉得就是，哎，也是好韩国哎。有吗？天哪！你觉得不像吗？他眼睛比较大，圆圆大大的。哦，那也许就是整形的韩国人。OK， 来，三号出场，韩国人，韩国人。像的，糟糕，没有，三应该是日本人，当然是对，日本人，对，日本人他真的没有把我攻击，他们一定要这样一点点，所以他刚刚要上我带，对不对？他这样稍微一点点，才是。哦，你看的好细哦，日本人。来，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外国来宾跟威武哈，觉得谁是韩国人？你们手上的号码牌，来，一，请举牌，三，对，一二一二一哈。威武，你为什么觉得是一号？因为呢，我觉得他的眼睛真的就是非常的韩国人哎。哦，对，然后这四个他真的很韩国人。对，他的眼睛那个气质就是像韩国人。觉得是眼睛来自龙。我觉得二号因为鼻子。啊？鼻子怎么了？对对对，鼻子就是感觉很挺很外。好了 ，Nelly。哦，等一下，我现在不确定。你可以近一点来看，没关系啊。不好意思。怎么不好意思？不好意思哎，没有，他是台湾人。真的假的？台湾人、日本人、韩国人，对，这个感觉我不会说为什么是二号，可是我知道为什么不是一号跟不是三号。那你为什么认定一号就是台湾人？皮肤比较黑。哦，啊，他这边皮肤是黑啊。没关系，是好的，不是不好的。对，安妮，安妮嘞，安妮。对，一号也是，我也觉得是台湾人，他就是他的表情，他就很开心啊，阳光这样。对对对对。然后二号就是刚好，你刚跟他讲话。他好像发音比较慢一点点，所以他可能在发音，因为我们外国人都要先发音一下，再了解你说什么。然后第三位就是很漂亮的日本人。嗯，好，来杜里就很清楚。如果你给他一副眼镜，你会觉得很像张勋。这样说，如果一个韩国朋友，如果你给他眼镜的话，你会觉得哇很像。真的？所以你觉得是一号？那你觉得二号像哪一国人？二号就是台湾人啊。我也觉得。来佩德罗，佩德罗阅人无数来。他刚刚给我一个眼神，看不起我，我就想说韩看不起你，你是用看不起来看他们来分辨，就自以为是啊，韩国人啊，你觉得是谁？我选三号，你们再仔细看，不是，因为他皮肤真的很好，他比他们三个他最白，皮肤好又白。韩国人的眼神有一种仔细看的吸引力，我也觉得是三号，真的哦，你是韩国人对不对？近看有差吗？等一下，还不行啊。因为韩国人有一种特质，你如果靠近，会有人参味。台湾这么多人，会有什么味？台湾人会有台味。人参啊，对，是有那个人参味。来，到底谁是韩国人？倒数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韩国人，你来台湾几年了？我来台湾10年。啊，来台湾干什么？对，我是烘焙老师。烘焙老师哦，哎，有，护照。
货真价实的韩国人。然后我比较黑，因为我爱潜水。哦，我就说也会晒黑啊。对呀。刚刚有些来宾在批评你，你有没有什么看法？那个几个都在批评你的那个。你在台湾结婚了吗？之前有。Sorry， 太低调了。太低调了，太低调了。前夫是台湾人。全部是台湾啊！是你劈腿还是他偷吃？太厉害了！哦 ，sorry， 自己外表也 OK， 对，过去了。那有要找新的对象吗？要哈。啊，这几个你觉得有没有？你选一个。如果是外国人，你会喜欢哪一种？这几个你会选哪一个？单身的。单身。哦，假设他们都单身。对，如果都单身的话，你会喜欢哪一种 ？Who is your vegetable？ 对。谁是你的？对，还是谁是你的人生？人生，你觉得是谁？是秘密。一般会这样讲，就是表示他现在有男朋友了。啊，好，这是韩国人的部分，来，让我们来揭晓。好，李德伟啊，第二个是日本人。你是日本人啊？那你来台湾多久了？去年九月来。九月来的。中文也很好哦。哦，大学生，哪一间大学的？淡江大学。哇，我们两个都猜到是，因为你真的很像。对啊，你真的很像哎，很像韩国人呢。我很喜欢韩国，我常常去韩国玩。哦，真的。我觉得他连讲话都有点韩国腔哎。好有日本腔。哒啦哒哒哒啦哒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你会跳 Black Pink 吗？不会。好，那我们要问一下二号，台湾人。啊，你台湾人哦？你来台湾干嘛？我住在台湾。那你还在念书吗？哦，没有，我已经在工作了。哦，已经在工作，从事哪方面的工作？我是自己做网拍女装。哎呦，厉害！那一样，跟你选那个外国人，你觉得谁是你的菜？你会选哪一种？应该是刚刚说我看不起他那个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讨论呢，快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小铃铛收看最新影片。欢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哦，给我们更多意见。想要看更多精彩的内容，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。